我想我们彼此分开以后，留给各自足够的空间，我再看一看你是不是当初我坚持要的那个男人。胡闹，还当自己是小女孩是吗？老大不小了，拿婚姻跟感情胡闹？哼，李恒基，我本来就是一个胡闹的小女孩。之前是你一直宠着我，我想试试没有婚姻的束缚，是否能做真正的自己。只有分开，我们彼此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你下次考试成绩好了，我还带你出来玩。哦，只不过能不能别每次都是钓鱼啊？都坐这半天了，一条也没钓着，真无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我爸老是带我来这里钓鱼。这条河当年鱼很多的。可是为什么要钓鱼呢？鱼不是生活在水里的吗？把它钓上来，它不就死了？你说话很有哲理。行，那下次你来选好不好啊？你想玩什么，我们玩什么。怎么样？最近过得还好吗？就那样。其实我妈妈和我奶奶还是不对付。不过在我面前，他俩倒是不吵架了。喂，凤冠，你知道晶晶在哪儿吗？我的电话他也不接，我都急死了。啊，这么大人了，不接电话肯定是在忙啊。哎呀，光光啊，他最近是不是认识了什么不好的人？我觉得他变坏了，这每天喝了酒才回的家。我说他两句他就不高兴，让我别管。现在可好，连电话都不接了。啊，你不用担心啊，姑。我马上就去找啊。光光，找到他千万带回来啊，别不回家呀。这赌气要不回家，我能被你奶奶念到死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静心。别闹。慧清啊，那不是光光回来了，快去开门呐！啊，你好，妈，您怎么知道光光回来了呀？哎呦，你刚才不是背着我打电话，让光光帮你找女儿吗？您耳朵可真灵，真好使。来了来了。哎呀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不过没事没事没事，工作压力太大，低血糖吧，你是。怎么喝成这样？没事没事，这怎么弄成这样？这是什么事啊，静静？哎，奶奶，这是正在烧，你刚才泡杯蜂蜜水。哦，好，好，你楼梯上小心一点，别摔着。哎呦，哎呦，
低血糖。你闻闻那浑身的酒气儿啊，能不能把那蚊子都给熏死啊？啊？喝，我还能喝，哥，我能喝，我。我跟你说啊，别吵吵啊，你再吵吵让奶奶听见。这次多亏了廖律师。哥，我发现他好聪明，你们都好聪明。他。单身，要不你试试？你给我闭嘴，听见没有？你要再说话的话，我马上把你跟罗秀的事情跟奶奶说。乖乖的，给他喝点水吧。怎么喝成这样？怎么喝成这样？你干什么了？啊！他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了？我不知道。不是你遇到什么事儿了？你喝那么多酒呢？说呀。那个姑姑，我台里面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逛逛，你既然回来，你陪奶奶说会儿话啊。这死黑子，过来！喝成这样，有没有自重的女孩子啊？你出了事儿怎么办你？起来，喝点蜂蜜水解解酒。哎，光光啊，快坐。你瞅瞅那疯丫头，活脱随了他爹。你自己看看，是不是十足十的像？整天把自己喝了个烂醉。奶奶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像晶晶现在这个年纪，正是玩的时候。切，啥时候他出事儿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玩喽，小子。啊，行，我以后盯他盯得紧一点。啊，你放心，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不过这也是好事儿啊，我能趁着你送着疯丫头回来的机会，我多看两眼我孙子。奶奶，你也知道的是吧？我现在台里这个情况，也没个准点的。有的时候我也想回来，但就是怕突然之间回来了又打扰你们休息。我怎么好像听到晶晶刚才那满嘴跑火车说？叨叨什么呢？他叨叨，不知道啊。他说的醉话，我哪知道他说什么去？奶奶，你也别总在家看电视了，没事多出去走走。那不行，我得守住电视机这块阵地。我孙子就在这块阵地上战斗啊！你说我英俊潇洒的大孙子，我不看，我看谁去？光光。我刚才就是听见那晶晶嘴里呼呼嘟嘟的说什么单身啊，律师啊，小子，你可是有了交女朋友的嫌疑喽。没有。奶奶，你别这么看着我，这他说的那有可能是他们单位的事儿啊，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什么阶段说什么话，你呀，就到了该交女朋友的阶段喽。其实奶奶连做梦都巴着你早谈恋爱、早结婚，奶奶好早抱重孙子。不过这个女孩啊，一定得让奶奶把关，奶奶是怕呀。怕你爸和你姑姑走过的老路，你再重走一遍。奶奶，我确实是忙得焦头烂额的，真的没有闲心去想交女朋友的事儿。光光，在家吃饭吧，我给你炖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哎，不是，我今天就不在家吃了，我刚录完节目，马上还要回去赶后期呢。啊啊，你还要走啊？我怎么觉得你这一阵子老躲着奶奶呀？什么呀，奶奶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没有，是我不是经常回来，但是我每一天我心都在这儿啊。
家里边如果缺什么少什么的话，你要第一时间跟我说，帮你们办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行，姑姑，没事别让奶奶老在家里待着了，多带她出去走走，看电视对身体又不好。放心，有我呢啊！你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别老吃外卖。行，松松。嗯，拜拜。哥，他单身，你也单身，要不你们试试？光光，你呀，就到了该交女朋友的阶段喽。不过这个女孩啊，一定得让奶奶把关，奶奶是怕呀，怕你爸和你姑姑走过的老路。你再重走一遍。差不多了吧？明天还得上班呢。一晚上也不说话，看你这个样子，就是跟你前妻吵架了。哎呀，说说呗。跟他吵架，我跟他吵什么架？我会跟他吵架吗？对，我就是跟他吵架，还用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歪理，彻底打败了我。什么歪理？说来听听。他说，之所以跟我离婚，是因为想要看看。给了我自由之后，这个有钱的李恒基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嗯，对，你是不能理解，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豁然，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度把自己的老公给放出去呢？他是不是不爱自己了？这可是他说的原话，你就告诉我怎么去理解他说的这个。就是想看看，给了你自由，然后你会怎么样？怎么理解？我觉得，首先啊，你不要去老想着怎么理解他这句话。你老想这个的话，只能让自己很痛苦、很纠结。因为女人多数说出来的话呢，都是啊，口不对心的。你不要只了解这个表面的含义。我觉得你应该去多想想，换个角度。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，他现在所处在的位置。位置，嗯。你看啊，首先，他跟你刚开始认识的时候，他是个大小姐，你是个穷小子，对吧？结果现在转眼之间，你变成亿万富豪了。你看看你现在，这帅的，男人四十一枝花呀。但是他呢，虽然说他现在也是风韵犹存吧。但是怎么说也是在往着那个人老珠黄的方向去发展，所以他的心态产生变化了，他失衡了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开始对自己产生了一点怀疑。他以前是多么自信的人，但是现在他开始产生自卑了，所以他把你放出去，其实他就是想你表现出更多更多的爱，来证明你像以前一样那么爱他。你说的很对，对吧？不对，胡说八道。我怎么就胡说八道了？你正经一点，你好好解释解释，他到底是在想什么？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都跟您说了不用等我。志玲啊，你今天跟恒基吃饭是为了什么事儿啊？哦，那个，
志恒地产财务上有点事儿，我不是在公司还有些股份吗？他就跟我说一下这个，没说别的。哦，就你们两个人？嗯。然后呢？就没说别的？嗯，说了点公司的事儿，吃完饭之后就各回各家了。哎呀，你说，那要不你您坐您这还杵着拐。志玲啊，你说说，今天这么好的机会，你还是没跟他说实话呀？我看到他开不了口，这个事儿拖得越久，误会就越深，你就不担心他真的不回来了吗？妈，你能不能别逼我呀？这件事情我会想清楚怎么解决的。这是我跟恒基婚姻上最重要的一道坎儿，如果这道坎儿过去了，今后我们俩什么事儿都不会有。要是过不去的话，也不仅仅是因为我生不出孩子来。看来我是真的老了，你们做的这些事儿，我一件都看不懂。妈，能求您件事吗？恒基经常会来家里，您能不能别跟他提这个呀？我会有自己的想法。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自己的身体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忙了，好吗？儿孙自有儿孙福。不管了，我什么都不管了。苏晶晶，我要喝水。苏晶晶，苏晶晶，苏晶晶，我哪儿去了？苏晶晶。看着也不像啊，白姐，白姐，啊，给我庆祝的，我知道了，来，我给你买上。喝就不喝嘛，干嘛撒一地都是啊，多浪费啊。罗秀，你给我清醒点儿。我清醒了，有事您请说。你就天天喝成这样，你能解决什么问题呀？最近我也没工作，我也不想出去被别人当成怪物看，除了喝酒，好像也没别的事情可做了。罗秀啊，经过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还不能长点教训吗？教训是深刻的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但凡是艾姐请来的那些什么所谓的大牌姐姐，都要当成老佛爷来伺候，这能跪着
绝对不站着。我都想好了，以后我的工作室，我准备开设一个跪式摄影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你工作室先停一停吧，今天晚上把东西收拾好，明天早上跟组出发。还有你那个小助理，他要是只会陪老板喝酒，就别带他出去丢人现眼。明天叫他来把这收拾干净，结账，给我走人。剧组？什么剧组？要去哪里啊？蓝雪，这个事情虽然是结束了，但是这个案子对你的影响可能会很长时间，而且我估计你的声誉一时半刻也回不来了。罗修啊，你现在需要的是转型自救。转型自救？我转什么？唱歌？跳舞？哎，我觉得我长得挺帅的，要不然我赶上当演员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秦薇薇知道吧？秦薇薇最近弄了一个文化类的真人秀节目，她答应让你进团队了，做她的贴身摄影师，全程跟着她拍剧照。这个工作呀，能让其他人看到秦薇薇对你的信任，这是你挽回声誉的一次机会。跟组拍剧照，这工作我三年前就不错了。怎么，你让我从一个新手做起？我这可是在给你想办法呢。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公众人物，为了不给自己惹上麻烦，他们暂时都不会让你拍照的。人家秦菲菲这次能够答应让你进团队，那是给足了我面子的。这叫雪中送炭，你可千万别给我不识好歹啊！我不识好歹？你以为我每天给那些所谓的名人拍照，是我自己要求的吗？不是你逼着我一天到晚伺候那帮人，我会惹上这个破事儿吗？我一手给你铺路，我让你走到今天，你不感恩也就罢了，你还一次一次的给我把事情搞砸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圈子里给我受了多少敌呀？你还真以为你那点才华够养活你吗？那我还真想看一看我的才华能不能养活我，没有了您的圈养，我会不会饿死？我算是看出来，就是我对你的纵容才让你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我要是现在还继续纵容你，那我才真是害了你。你不是想试试吗？那你试吧。我听说你给好好说话找个素人搭档啊。是啊，有问题啊？啊，没有问题。文艺以群众为本，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创作，师哥那是积极的响应上面的号召啊。不过听说你那位法律顾问就是上次楼道里那位？是啊，有问题啊。阳光老师，咱们家力哥呢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表示一下关心。我有跟你说话吗？吵什么呀，
不怕外人看热闹是吧？赵丽，我听说你要去给一个土豪主持婚礼，还有空在这儿扯八卦？您知道了。台里可是明文规定不许接私活，但赵丽里面外啊，你肯定是为了答谢粉丝，提高节目的收视率，对吧？是，那肯定是啊，都是台里的忠实粉丝，要是不去粉转黑，那就不好了。你们先聊，走了。办公室里聊聊吧。你知道吧？廖旺是我叫过来的，所以我特别不希望别人串他的闲话，啊，别到时候一期节目没做，绯闻先闹出来了，这算什么？不存在的叫绯闻，如果真是存在的，赵丽只是多嘴而已。首先我把他叫过来，是因为我们节目缺少一个法律顾问，啊，还有就是他本身也适合。我跟廖旺什么私人关系，关他赵丽屁事儿啊？阳光，你怎么突然就这么犹豫了呢？我记得当时你让廖旺上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态度特别坚定。我现在也没有不坚定，我现在就是觉得，我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是不是稍微显得草率了一些，啊，自私了些？廖旺作为你母亲的代理律师，对于你来说压力特别大。一旦廖旺上了这个节目，出现在电视上，被你奶奶和姑姑看见了，他们的心理上会有一些不适应。但是爱屋及乌，恨屋也是及乌的。你奶奶可能把对你母亲的那种意见连带到了廖旺的身上。现在以我奶奶的角度来看，廖旺就是张文的帮凶。如果你真的打算跟廖旺在一起，就是正式向老太太宣战了呀。他和你母亲的这场战争，显然你是站在你母亲这一边。就是这样。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？廖旺的合同呢？我还没有发给他。你要是后悔的话，我可以去跟关青年解释。我知道，你经常啊跟李恒基在一起，聊点有的没的。我不是想谈李恒基的事儿啊。我是想说，同样都是借酒浇愁，他喝完酒之后那颓废的样儿，但是醒来之后做什么一点都不含糊。他虽然呢有时候也会诚惶诚恐、患得患失，但他一定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会受身边任何人的影响。你说你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这一点都没学到？你之前把人家损的吧，损的是一文不值，现在又把人家夸到天上，你是不是精神分裂？你既希望跟廖旺在一起，又害怕外面的绯闻，你是不是也精神分裂啊？我想想，你现在能走出困境的最好的办法呢，就是彻底把廖旺给忘了，就当你们俩从来不认识，不要再激化任何的矛盾了，继续保护你的奶奶和姑姑，这30多年来的日子还是和原来一样照常过。哎，要不呢你就试着打破一下自己，换个角度考虑一下这个问题。你不是解决问题挺厉害的吗？为什么每次面对自己的事情的时候，就只有选择逃避这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？那什么，廖旺的合同啊，给我写的要多苛刻有多苛刻，不要给他有任何中途撂挑子走人的机会。早，今天怎么那么早来上班了？我昨天忙到夜里3点多，我真的都快崩溃了。自从陈律师不再使唤你之后，就轮到我了，一天到晚各种杂物，我真的觉得他是不是更年期了，每天还不知道发什么邪火，我真的是快崩溃了。你现在在实习期。要是他使唤你啊，你就忍着点儿，没准哪天转正了之后
他一样会使唤你的，你要习惯。哎，你要是做不完的作业啊，你给我，我帮你做就行了。但当他的面千万别哭，也别多说什么，知道吗？对你不好。谢谢你啊，刘王姐。哎，我知道他最近为什么总发火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。我怎么了？你前段时间不是把蓝雪的案子解决了吗？他觉得你出了大风头，昨天又听说你上节目做嘉宾，他觉得是因为关主任偏袒你，私下照顾你，所以啊，他就跟我们说，觉得你年纪轻轻特别有手腕。艾米，哎，昨天晚上让你校正的资料你校正好了吗？都做好了。哦，你现在把会议室给收拾出来。好的，一会儿开会。大旺，哎呀，你现在不得了，知名律师，大明星喽。我要是大明星，那明星也太不值钱了。大旺，有件事啊，我得提醒你。你又有事儿告诉我了？哦，你是我带出来的。不是你带出来的，你一切要为我负责。你怎么知道要说这个？因为你每天都在提醒我呀。我跟你说正经的，我要是你啊，这个节目我铁定不去。哦，为什么？你的理想是什么？不是当个好律师，成为合伙人吗？参加这个节目也就是个调解员，胡同大妈一样的角色。还有你之前那么强烈的要求加入钱沟村的案子，我可告诉你，钱沟村的部分村民可同意签意向书了。你要是去上了这个节目，这个项目你可就边都还不上，你知道吗？别傻呀。这种出风头没实惠的事儿，爱谁干谁干，指不定是个坑呢。陈律师，英雄所见略同，咱俩的想法不谋而合了。这节目我压根儿我就不想去，但我觉得你去吧，我觉得你合适。你这开什么玩笑？真的，你不觉得你很合适吗？我怎么能合？我怎么？哎。哎，马总。啊，是是是。啊，对吧？哎，我知道这个事儿。今天嘱咐那么多废话，就这一句有用。哎呀，我听说这个廖律师跟咱台里就算正式合作了。那以后我们所有节目，但凡是涉及法律方面的内容，廖律师就会加入团队一起工作。兄弟们都说，像廖律师这么聪明、这么好相处的，那绝对是神仙队友啊！既然有了神仙队友，你就要更加卖力工作。看你跟赵丽走那么近，也没学到人家的工作效率。哎，人家赵丽的团队从来不会因为选什么案子而纠结。凡人很自信，因为他节目的卖点不是靠他那个瓜子仁大的脑子，是靠那张360度无死角的脸。你在暗示我什么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没有脸给你们刷。小亮，这份合同呢，我已经替你仔细的研读过了啊。严格的来讲，上面的条款除了会让你稍微的辛苦一点，其他的对你都是非常有利的。主任，这合同我也看过了，这个只是电视台想跟咱们律所合作，那没有指名道姓非得是我呀，要不您换个人。哎，不，你都答应了，你怎么又反悔呢？这是明明是件好事嘛，你为什么顾虑重重呢？关主任，我的职业理想是想做一名合格的律师，而不是做什么给人解释法律条款的调解员。哎呀，你为什么非要把这项工作理解为是法律的调解员呢？更何况啊，调解本身就是律师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传统的律师喜欢通过打官司来解决问题，可是打官司并不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。网络上有一个数据啊，接近80%的民事纠纷是通过调解而非诉讼来解决的。那我个人也认为，
调解律师比传统的诉讼律师更难的。你说这件事吗？你肯定也想过，上了电视节目啊，认识你的人就会更多，那以后你找你办案子的人，那也会络绎不绝呀。没事，你有什么顾虑，你就尽管说，啊，反正我是不希望你迫于我的什么压力。牛总监也说，让你自己选择，不要逼你。主任，这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自己解决吧。那这个合同，廖律师。亚旺，合同下来了。嗯，我正拿给您呢，您去吧。嗯，好。哎呀，参加这个节目啊，以后你就是观世律所的招牌了。哎，你想想，有多少委托人来我们这里，还不是指名找你啊？您刚刚不是还不让我去吗？怎么了？我刚才是考虑不周啊，忘了你还年轻。这是个多好的锻炼自己还能提升自己的机会啊，别犹豫了，去吧，一定要去啊。陈律师，马总来了，在会议室等您。哦，你好好想想啊。啊，认真的。哎，你们这个在这个律所一个月多少钱？不行，去我们前公司得了。啊，马总。哎，陈律师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关于搬迁意向书的事儿，我来跟您解释解释。那个，廖律师在不在？在。哎，在哪儿呢？你等会儿，咱们先把正事给聊了。往那边走。啊，行。啊，这边。小鹏，别闹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啊，赶紧走吧。哎，大姐，我要一个手抓饼，帮我加一个肠，然后玉米。嗯，多少钱？一共14.5吗？14.5啊！不是，大姐，不好意思，我给你转145了，你能不能给我退回来？啊，等等，对不起，那我还给你钱。嗯嗯。哎，对了，我要还给你多少？退我多少钱啊？我算一下啊，14.5，145减去。你这样，你把145退我，然后我再给你转回去14.5就完了吗？多省事儿啊！行呀，对，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好的，等一下，直接退给他130.5不就行了？多少钱？130.5吗？嗨，啊，你可以呀，小子，挺机智啊，这么复杂数学都能算出来。好了，谢谢，哎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哎，谢谢你啊，好，我要一个鸡蛋饼，要个鸡蛋饼，好，你等一下啊，啊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你是在电视台工作吗？我想进电视台，可是门口的人好凶，他不让我进去。小朋友，电视台不是什么人想进就能随便进的，知道吗？啊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我要找阳光。你要找阳光，你找他干嘛？我要跟他谈谈。哎，我说你小子口气不小呀，你想找阳光谈，那人阳光凭啥要跟你谈呢？啊，阳光他是我妈妈男朋友。你别给我胡说八道啊，把嘴给我闭上啊，龙总。叔叔，你吃黄油条没洗手，不擦我脸上吗？我不是叔叔。哦，小哥哥。我不是小哥哥，我是小，哎，我是姐姐。好吧，不过你是一个脾气有坏的小姐姐，你肯定没有男朋友。你才没男朋友。你刚才说什么？
说我是你妈妈的男朋友。是啊，不过你可别多想。对我妈来说，所有长不帅的男明星都是我妈男朋友。你怎么跟电视里不太一样啊？电视里是个大哥哥，可你明明是个小叔叔。啊，你这个年龄叫我叔叔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我们每次上台之前啊，都会变个小魔法，变完了以后呢，哎，我们就显得年轻点儿。骗人，我9岁了，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你骗不了我的。是吗？那好啊，哥们儿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谢宏博，你可以叫我毛毛。毛毛是吧？现在这个时间你应该在学校待着呀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？因为早上我妈送我去上学，下午她叫我回家，晚上她盯着我写作业，周末还有5个补习班要上。除了上学的时间，我没有机会逃离我妈的魔掌。哎呀，那看来这个逃学计划你是酝酿了很久啊。对，今早我从校车下来没进学校。她现在出来，估计学校的老师和她家人都会气疯的。啊，毛毛。你哪个学校的？我得跟你家长还有学校联系一下，不然万一他们报警了呢？前门一小，3.68。哎，他走了，说说吧，什么事儿？